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呢，我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 Maggie， 然后目前我所处的位置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然后今天星期天，天气超级好，所以说想说录一期 vlog。好，现在我们要去吃下午茶了，天气超级好啊。今天穿的深黑。今天穿一身，还背了一个黑的书包，哇，好开心！啊，最近在追的剧是？最近在追什么呀？追游戏。我们最近在追那个。然后我最近在追那个《热血街舞团》，太好看。那最近在追那个《结案：千岁大人的初恋》，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非主流？超好看，豆瓣7.9的评分呢，7.2还是7.9的评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不让吃，不是吃饭，现在我们要喝下午茶了。啊，之后到了地方再告诉你们吧。有太阳吗？刚才你不是喝大太阳吗？嗯，是。那我们就吃完饭去溜辣条吗？喝点水吧。等会我们吃完饭，然后我们要去，我们那个 box 要买一件东西。吃完饭我们要去买一件东西，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今天溜辣条。但今天天气真的是超级好。这灯为什么亮的？是不是开不了门了？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心里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现在出道了，我站起身来反而心里寻找你。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还想着创造你的宇宙，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你让我整个人都冰。要快出道曲目了吗？我有一个梦，下一波彩虹。哎，你这好黑啊，太阳了，后面这样就白了。分手一年。哦，这个对对，来来来，不会唱了。为啥 baby？ 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起出来遛遛它啦，你看它像只放飞的小狮子一样。因为它那个有那个伸缩的那个绳子撂在车里面了，所以啊，尿尿不要看。它其实是只小公狗，但它好像还没有，就是在家里基本上不会抬腿尿的。啊，好乖，走。然后他很奇怪的一点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喜欢转圈圈，基本上从来不会就说你直着走一件直着走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好希望他能直着走，带着我走啊。
阿呆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风景很好看？看这天，这云，明显就是要下雨。但是你又看那边的太阳，哎，好讨厌这幢楼，把我们的风景全挡住了，不开心。但是看那里，那是 city， 看那里真的好好看。我们看一下小耳朵在干嘛，小耳朵，小耳朵，那么可爱，你怎么走了？这么无情，这么高傲，这么冷酷啊！过来，不过来吗？哎，没有办法，我们家这只冷酷高傲的猫。我们现在准备去找律师，然后再去把之前原先办的 gym 卡给取消掉，因为我们办了离我们家附近比较近一点的，然后那边还有游泳池那个，所以说把原先的那个 gym 卡给去掉。那我就先开车了，拜拜。我们现在到地方了，在停车场里，然后我们就先下车办正事了，拜拜。今天带他出去玩，开不开心啊，辣条？开不开心？我打了个哈欠。两唱泰国音、新加坡音、印度尼西亚是不是？不唱。我们的大爷，萌狗，小辣条，你怎么抖呀？是不是冷呀，辣条？尿憋直了。估计是的。开出去尿了。安全带。辣条跑得比你快，是累死了你了。这次应该能好好吃饭了吧？大家好，现在在弄辣条的饭，然后还有在做我自己的晚饭，然后去超市没有买什么，就买了个西红柿、紫菜，然后几个酱，肉丝、豆腐、油辣椒酱，老干妈的，还有一个是麻婆酱，那我就准备晚饭喽，拜拜。饭做好啦，然后这个是紫菜蛋花汤，宫保鸡丁，麻婆豆腐，那我们就开始吃啦。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然后我之前约了我的健身教练2点钟见面。帮我去测一下体脂，然后给我弄一些详细的减肥计划，所以说我现在要去见他了。Hello， 我刚刚去见完我的健身教练，然后我健身教练帮我测了一下我的体脂、肌肉量、新陈代谢这种情况，然后又测了一下三围这些，就是我的体脂会有一些偏高，所以说他给我做了个饮食规划表，让我说早餐最好是在7点到9点之间吃，但然后晚上一定要在12点钟之前睡觉。比如说你8点钟起来，你8点半就必须吃早饭，但是你2个小时之后你会饿，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吃一点，比如说蛋白零食之类的，像那种吞拿鱼的罐头啊，然后水果的话你最好不要吃苹果、香蕉，还有一些就是说芒果，然后鸡蛋的话你可以吃一个蛋黄，然后不能多吃蛋黄，但是你可以蛋清可以多吃。水果和刚刚我说不能吃的三样之外，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草莓、树莓这些，然后正餐的话它最好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去
去吃一些蛋白质多的，像鸡胸脯肉啊什么的，但是最好是培根牛肉，培根羊肉，还有那种猪肉最好少吃一点。所以说我现在准备去非常遵循的按照这个计划表去控制一下我的饮食，然后大概两个星期之后给一个反馈，然后他会再给我制定一些比如说健身的计划去锻炼一下吧。毕竟虽然说是七分靠吃三分靠锻炼，但是我觉得锻炼应该还蛮重要的。然后见完健身教练之后，我就去那个我们的那边 David Jones 买了，不是 David Jones， 是 Mecca 买了我的一个那个蜡烛，这个牌子的，对，这个牌子，这个叫什么来着的嘞？叫 Byredo， 对，这个叫 Byredo， 看一下啊，还没有打开来呢，刚拿到，刚买。我买的是一款小的，因为我不太就是闻的话会觉得啊，这个味道挺好闻的，或怎么样，可能捡起来就不会那么喜欢，所以说买一款小的去试一下吧。我其实挺喜欢它的那个装蜡烛的杯子。是纯黑色的，我觉得我用完之后洗一洗还可以装其他的东西。啊，这好难把它拔下来。这是这种盖子把它打开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小小的一个，然后上面有个封层把它封好的，这样闻还味道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想说试一下这一款。然后又去买了一，但是我觉得小的可能不太够用，所以我就买了一款大的。这款是我不懂叫念什么。你们自己看一下吧，我会把那个这个牌子的名字写在下面，然后它的味道也会写在下面。我不懂其他地方有没有，好像澳洲的它是卖那个杯子啊，或者卖那种碗盘的那个地方我买的，这味道会有点甜甜的感觉，所以说也是试一下吧。到时候点完之后告诉你们，其实我也挺喜欢它这个杯子的那个感觉的，很有那种质感，还蛮厚的这个杯子的感觉。哦，喜欢，这味道也好闻。往我这边来一点。今天是星期三，然后我现在学校里面，因为马上到了 final week 了，所以说我要去复习我的所有功课。刚刚去 office work 买了一些这个加试卷，等我可以用得到。然后现在学校自习室，因为没有预约图书馆比较安静的地方，所以说只能在我们这边 building B 的学习室里面学习。
Hello，Hello，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然后已经换上框架眼镜，把隐形先脱掉了，因为学习了一天，眼睛会有点酸嘛。本来想说今天做个咖喱鸡肉饭的，因为阿呆已经要求了好久了，但是今天学习了一天，然后鸡也没有那个鸡胸脯肉也没有化掉，所以说，我们还是点了外卖。但是呢，我还是煮了饭，然后烧了一个紫菜蛋花汤，嘿嘿。今天这是我今天的喝水量，因为我的那个健身教练跟我说我一定要多喝水，我其实本身自己喝水很少，所以他跟我说你就是拿这种刻度的杯子，因为这刻度上面写着是一升的水嘛，然后他可以让你清楚的知道你到底喝了多少的水。今天其实在学校里面，所以说不太能灌那种热水，我今天喝水量其实还没有达到我本来需要的那种要求，所以晚上我可能会稍微再多喝一点，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可能会去跟你们去测，就是因为我新买了几个那个 Hourglass 的唇膏和那个腮红，对，我新买了几个 Hourglass 的那个 lips 和腮红，所以说我这几天用了一下，因为是星期天去买的嘛，这几天用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一定要推给你们，特别喜欢的腮红的颜色。嗯，那到时候等会儿见了，拜拜。他们家口红真的超，外形真的超级好看，特别像一个香烟。然后我买了两款，但是有一款本来特别想买是 At Night 那一款，已经断货，想说过两天去看看它有没有。然后这一款是 I Have Been， 来只手，来不动了，手断了，中毒了。然后我现在我男朋友手上试一下，噔，是不是这颜色很冬天，有那种豆沙的感觉，但是我感觉就是涂在嘴上就不会像那种就是。感觉有的颜色涂在嘴上像中毒了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就会有一点点那种高冷的感觉。然后这一款是那个If Only， 来一下，我再次在同样在我男朋友手上试一下。这一款比刚刚那一款会比较艳一点，他把那款擦掉了，我再给你涂一下。会比这一款稍微就是颜色要艳一点，这款啊还有并这一款颜色会深一点。其实相比来说，我还是喜欢这一款，不懂为什么，可能我最近是冬天的原因，所以会喜欢这一款颜色。反正这两款是我非常，就是推荐大家去买的。然后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腮红，有点像它的感觉就特别像那个五花三层，有没有？它还有一款比较 pink 的颜色，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因为这个在涂在脸上会比较自然。救命啊！是不是？就非常自然这款颜色，好看，嘿嘿，好看。然后这款高光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高光，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就是感觉上不了，在脸上上不了色的感觉。我再给你们试一下，我还比较喜欢 Fenty Beauty 那款，还有迪奥那款。但是其实这款颜色上在脸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挺好看的。所以这就是我星期天买的四个彩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哦，拜拜。